我叫庄景晴，大约两个月前，我收到老细嘅邀请，希望我帮佢执行神州任务。每次嘅任务都会分两部分，第一个部分，老细会讲一堆资料俾我知，而我亦会去到国内一个同资料相关嘅地点。任务嘅第二部分，我哋会翻到香港，揾翻一啲我读大学嘅时候棋社当中嘅成员，将嗰次任务嘅资料话俾佢哋听，记低佢哋嘅反应，咁任务就算完成啦。其实每次执行任务都会有另外两个人同我一齐。呢位系卢晴辉，喺一开始嘅时候，老细希望我能够揾翻其中一个大学同学做伴，于是我揾咗佢做我拍档。呢位系晴梦，佢嘅正职系网络记者，而老细就请咗佢负责帮我联络翻嗰班冇见十几年嘅棋社旧同学。当年由于喺棋社里面有十二个同学都有为国争光嘅共同心志，所以自称为神州十二号。今次已经是我们第五次执行任务，亦是最后一次了。在过去的任务中，能够见到一个又一个神舟十二号的成员，当中有令人惊喜的，亦有令我感动的。但是估不到，最后一个见到的旧同学，一个曾经被誉为天才儿童的人，他的转变会引发一个改变我一生的经历。为什么今次要来长城呢？秦国统一了中国之后，做了几件轰动世人的事。当时秦国为了防御北方的匈奴，修筑了一条新的长城。还有就是上次在西安见过的兵马俑。但是最意想不到的，在秦朝完成了神在东方一个重要的计划。你知不知道以色列消失十支派，其实就在中国里面。如果要了解整个谜团的来龙去脉，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神秘的以色列消失十支派。古时的以色列国由十二个支派所组成，后来国家分裂变成由十个支派组成的北国以色列国，以及由两个支派组成的南国犹大国。但是经历了短短二百多年，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国所灭，另一方面南国亦于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所灭。有趣的是，圣经甚至历史均有记载南国往后的发展，包括国家重建，后来被罗马所统治，再经历亡国分散，最后奇迹的复国，变成今日屹立在中东的以色列。但是另一边厢，由十个支派组成的北国被亚述国所灭以后，就渺无音讯，仿佛在世上消失了一样。他们就被历史学家称为以色列消失十支派。到底这么大的一个族群，怎样能够匿藏在人类历史之中呢？现在就让我们提供一个最简单合理的解释，就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了。以色列十支派组成的北国被亚述所灭之后，以色列人分散，经过印度等地来到中国中原一带定居。十支派跟中国人通婚，完全融入了神州大地。五百多年之后，秦朝统一全中国，经历了焚书坑儒。关于这一群以色列人东迁的记载都消失了。以上听来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概念，但其实早有蛛丝马迹传流。第一，学者的不断探究就越发相信中国人、以色列人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正如我之前几次的任务提过，中国祭祀的仪式、中国早期宗教信仰、中国文字构造等等，其实都留下了两个民族关联的痕迹。若果中国本来就居住了极大量的以色列人，这样之前提过两者的吻合就不难解释了。第二，历史学家相信以色列人以及中国人都是闪族的后裔，既是同宗族的人种，以色列人融入中国社会并非难事。第三，目前在中国河南省开封市内仍存留着一个犹太人的社群，是由北宋时开始定居于开封，亦是记录保存得最完整的中国犹太人社群。
称为开封犹太人。其中一点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千百年来他们一直持守着犹太人的血脉，但是他们的外貌跟中国人完全没有分别。第四，在开封犹太人的社区中曾刻作过四块石碑，其中亦有记载以色列人最早在周朝已来到中国。第五，普遍现代人对以色列人的误解，以为当时以色列人的外貌就如今日的犹太人一样，融入中国社区应该有难度，但事实刚好相反。以色列是父系社会，只需要父亲一方保留血统，今日所见的犹太人是经历了千多年跟外族通婚后的外观，当然跟中国人大相径庭。相反，若果以今日开封犹太人的外貌加上同为闪族人来看，其实彼此相容，至少外貌上并非难阻。第六，圣经记载上帝应许阿伯拉罕的子孙必多如地上的尘沙，若以今日的以色列境内犹太人数目来看，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数目众多，反之若以形容中国人的话，却绝对是最贴切不过的民族。回顾世界历史，当我们看见二次大战的时候纳粹党对犹太人的残害，加上历世以来全世界对犹太人的逼迫，确实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帝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将以色列这十个支派，亦即是绝大部分以色列人隐藏起来。今日隐藏在中国的以色列人，今日居住在巴勒斯坦地以色列国的犹太人，彼此就好像失散了的兄弟。圣经启示录记载，末后日子以色列消失了的十支派会再一次出现，并且他们会跟其余两支派联合在一起，就好像兄弟相认一样，完成上帝在最末后交给他们的使命。以色列十二个兄弟竟然要分开了二千多年。当消失的十支派知道自己真正身份的时候会怎样呢？我觉得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影响着历史。当时以色列十支派的选择改变了以色列，改变了中国。今日分散在中国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选择会再一次改变以色列，改变中国。各位，今天我们就会泡这个功夫乌龙茶。喝了就绝对不会变乌龙。这个打开用这只羹这样。乌龙入功。很讲究的。那些水呢放到 Bilibulu 最好了。首先要洗茶高冲。不要盖泡面。叫做春风拂面，倒咗水去，一定要倒正倒干。你闻下香唔香？香香。洗完洗杯都讲技术嘅，可以咧泡茶饮啦，泡一分钟到咧就可以倒出嚟饮噶啦。由于时间关系，已经泡好啦。嗱，倒出嚟都讲究喎，弯弓寸成，跟住韩信点兵，一点都不能漏，没错，好好。
點解你哋咁熟玩功夫茶嘅咧？冇，即係約我哋嚟茶館。琴日漏嘢喺 YouTube 嗰度學噶嘛？唔係嘛？話時話點會約嚟茶館？唔係我哋嗰間拳館，其實都係油塘啫嘛。拳館？你開㗎？係啊。你唔知嘅咩？我知道，但人哋女仔啊嘛，唔想見呢啲打鬥場面咯。呢个系佢打招呼嘅方式嚟嘅。等我介绍，我哋拳馆嘅兼职教练阿坦。Hello， 阿 Sir， 咁你同佢倾下先，我同阿坦去练两下。喂，其实嗰个阿坦似阿东个细佬多嚟喎。兄弟唔系睇外表嘅，睇内心啊。佢好似好辛苦咁喎。老坦底要陪佢玩下啫，我想换人啦。喂，阿东，你成日都上海滩咁款，你识泰拳嘅咩？唔识嘅喎。阿西好叻泰拳嘅咩？都唔系喎。咁点解要开间咁嘅嘢咧？哦，阿西中意啊嘛，就咪应付唔到。做大佬嘅梗系帮细佬完成梦想噶啦。啊，阿坦，休息下先啊。唔打啦！你哋一场嚟到，唔系话有嘢倾咩？系喎。好，咁讲翻正题先。你哋有冇谂过，我哋成日话自己系中国人，其实中国人系由咩民族组成啊？听完觉得点啊？好好喎，知你好崭新喎。系咯，都 OK 喎。差唔多啦，我哋仲约咗是逆天啊。天才儿童都仲有半个钟，好近啫系嘛？都是你圆门咯，系咯。不过是筲箕湾嗰个你圆门。吓？筲箕湾？系啊，因为我不知道老细话是香港嗰个你圆门，定是九龙嗰个你圆门，所以我约晒两边啊。系咩？咩香港同九龙都有你圆门咩？你不知道咩？唔知道、啊。我都啱啱知道。喂。话店都迟啦，不如同阿探玩阵先啦。四翼天，庄景晴，卢晴辉，呢位一定是陈小姐啦。Hello， 佢能够成个人完整落到嚟，都算是一个奇迹噶。唔好笑咁大声啊！喂，走啲雨噶。喂，我讲笑嘅咋，大声冇所谓喎。咁晚间同你倾嗰阵，应该大声定细声啊？你觉得呢个笑话好好笑咩？我就觉得呢个笑话好好笑，我想确认一下啫。所以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就好像失散了的兄弟，不说你都不知道。
咁中国人系大佬，定系以色列人系大佬呢？细佬有难，做大佬嘅系咪一定要去帮忙？虽然我觉得薛逸天嘅每一个反应都相当奇怪，但系当时嘅我并冇打算深究，因为喺我嘅心里面只系记挂住另一件事。辉，梦珠，我而家会一个人启程去河南省嘅开封市，请你哋放心，这个唔系老细俾我哋嘅任务，只系我想亲身了解更多关于犹太人喺中国落地生根嘅资料。我谂，或者我喺呢趟嘅旅程可以揾翻一啲早已经遗失咗嘅嘢。我听朝早十点钟会去河南大学嘅犹太研究所。喂，你两个基督徒是 friend 就帮忙祈个祷，等我找到啲劲料啦。读大学嘅时候，神舟十二号个个都话要好似号角吹响，等全世界都注意中国。依家回想翻，或者因为当时香港未回归，亦或者当时中国经改的果效未显著。所以我们才会这么自以为是。今日中国变得强大，亦早已成为全世界最注目的国家。那神舟十二号这十二支号角的使命是不是应该自然消失？定是其实神舟十二号应该有一个更伟大的梦？我想或者隐藏在中国的以色列消失十字派会给到我一些的启示。我没问到薛逸天为什么会知道我在这里，因为我估计只要他问情梦已经可以知道我的行踪。薛逸天说他找到很多关于开封犹太人的资料，所以想跟我一起去了解。一次落叶是以色列这个名字的古译音，而眼前这个碑是由政府所树立的，证明犹太人曾经在这一区聚居。据记载，开封犹太人的祖先曾流浪至印度，直至中国的北宋时期，他们从印度来到当时世上最繁华的城市中国开封。当时这群的犹太人向皇帝进贡了棉布而得到皇帝的欢心，皇帝向这个群族海下承诺归我宗下，遵守祖风，留为汴梁，即是让这个群族的犹太人不但可以留在开封城，更可以继续信奉他们自己的信仰。这份的尊重对这群在当时处于流浪状态的犹太人而言非常重要，亦因为咁，佢哋决定喺开封落地生根，亦接受由皇帝所赐嘅十七个汉人姓氏。1163年，开封犹太人建起咗宏伟嘅犹太会堂清真寺。事实上，这个命名嘅原意系纯洁质朴地礼拜嘅会堂，但系亦因为清真寺呢个名字，喺千百年以嚟引来唔少嘅混淆同埋误会。清真寺坐落的开封城历代以来水患极为严重，洪水一次又一次将开封城淹没。今日若果站在开封市的地面向地底下望，作出想象的话，在地底下的13米就埋藏着战国时代大梁城，地底下8米就是宋朝的东京城，地底下6米和3米分别就是明朝和清朝的开封城。故此不难想象，在犹太会堂建成后的千多年间，必然的经历了多次的修葺和重建。幸而当中多次都有政府的参与甚至出资，
但最可惜的是，其中存放的好些经书亦被冲毁。1489年重修会堂的时候，亦同时刻作了第一块的石碑，重建清真寺纪碑，用于记述开封犹太人的来历。1512年重修会堂，为免清真寺这个名字跟当地的穆斯林混淆，于是将会堂译名为尊崇道经寺，并刻作了第二块石碑尊崇道经寺纪碑，是名犹太教的教义。1663年再次重建了会堂，为了跟当时的中国道教相区别，决定再次以清真寺命名会堂，同时刻作了第三块石碑，可惜在19世纪中叶遗失了。1679年再次重修会堂，亦刻作了关于开封犹太人最后一块石碑祠堂述古碑记，有关开封犹太人的记述主要就是来自上述的石碑，加上开封犹太人的口述相传而来。事实上，中国开封城存在犹太人这件事一直鲜为人知，直至1605年被当时居住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所得知，并向欧洲公布一个震撼性的消息。在西方传教士纷纷前来询问以后，消息才开始被广传。是逆天透过互联网联络到一位开封犹太后裔，每个开封犹太人自幼都会被告知自己的身份，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身处的是一个远离故乡的地方。这一区原本是犹太人聚居的地方，现在只是剩下各然一个家族的犹太人仍然住在这里。祖先曾经存留的经书是经过开封城历次的洪水，加上数个世纪的到访者一滴一滴地带走，经书已经无一存留。开封犹太人早已经失去了书写和阅读希伯来文的能力，信仰亦都被混淆。由开封犹太后裔讲出祖先的历史，我感觉除了更可信之外，还有就是无奈。但是很特别的是，在开封犹太后裔的心中都对中国心存感激。他们都认为中国不似世界上很多其他逼迫残害犹太人的国家，反而在这千几年来一直照顾着这班好像客旅一样来自异地的犹太民族。我想这份的优待是来自什么呢？会不会虽然经历了千几年，但是在每一个朝代权贵的心中，其实都感觉到彼此是失散了的兄弟呢？这栋曾经立在异地的犹太会堂早已经变成平凡不过的社区。但是对于开封犹太后裔来讲，每当眺望着窗外犹太会堂的旧址，仿佛整座的会堂仍然存在。墙上挂满的照片记录着这群犹太人在中国生活的零碎片段，虽然看着的是一幅一幅历史的照片，但是在我心目中反而觉得好像看着电影剧照。这出电影讲什么呢？是讲一对失散的兄弟相见但不相认，因为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原来是自己的兄弟。我想差不多来到电影的结局，是不是应该有个角色将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相告诉他们呢？怎么样，找到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你找到什么？我找到我的梦。
平时定开就要吃噶啦。喺鲤鱼门见面嗰次咪冇食咯，就咁啦。呢啲咁嘅药食咗咪变普通人咯。外子食咗之后，成个人晕晕沌沌，之前 IQ 几高都冇用啦。冬景晴，你问我点解跟嚟开封嘅？我谂大家识咗咁多年，你想讲就自然会讲啦。你上次同我讲啲资料，我翻到屋企讲咗俾我细佬听，佢应该几感兴趣嘅，可能里面讲到关于兄弟嘅嘢啦，所以我未谂住跟埋嚟，睇下有冇多啲资料可以话俾佢听咯。系咩？我仲有啲资料喎，有冇兴趣？你可唔可以直接讲俾我细佬知？可以。我终于醒起，薛逸天的父母好早过了身，好在留下间祖屋，留下笔钱，所以两兄弟生活都总算可以。啊，我记得 U 的时候都来过这里烧嘢食的。那时你弟弟态度是吗？这些东西实际不是我弟弟的。喂，帮我扶你啊！唔使，喂，危唔危险噶？最好跌落嚟啦，反正都唔会死嘅。啊！间屋都冇乜点变喎，变咗好多。系咩？啲人变晒啦。人仔未醒，等阵啦。半年啦，半年就要翻屋企噶啦。医院话。识乜人啊？自己识透气，唔死得，半年就要翻屋企噶啦。我都好，最多请个看护啫，至少两兄弟可以走翻埋一齐啊嘛。
都叫咗佢噶啦，揾我扶主啊嘛，扶住先好剪树啊！唔系，佢又揾我去扶住，系我话唔得闲啫，唔系，系佢唔想阻住我，佢自己出咗去，佢自己走咗去剪树，唔使我扶住。阿天同文仔两兄弟嘅感情一直都好好，冇谂到文仔意外跌伤头部，由于意外发生之后太耐自被发现，虽然保住性命，但系被院方定义为持续性植物状态，亦即一般称为嘅植物人。阿天觉得，因为佢冇帮细佬。意外才会发生，亦因为他太迟发现细佬出事，他才会变成植物人。阿天将一切的责任都归咎于自己，极度自责。一个自责悔疚的人会怎样？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会不断寻找赎罪的方法。有人会完成过去未履行的承诺，有人会想尽办法折磨自己。但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没一样行得通，真正能够赎罪的方法只有一个。圣经说，我们在爱之耶稣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两个月只是跟基督徒一起，所以天带着一种自责的心情过日子很难受，不过其实我和你都是这么上下，但是经过两个月执行任务之后，我终于知道圣经里面那个是犹太人的神，以色列人的神，但是他同样是中国人的神，亦都是你和我的神。我估计这个神能够帮我们离开这个困局，重新开始。说到这些东西，我想我们那两个朋友应该帮到我们。文仔，你大佬话你对中国同埋以色列呢对兄弟嘅题材好有兴趣，我今晚会讲多啲嘢俾你听，你留心听啦。香港有个海峡叫鲤鱼门，分隔咗香港同九龙，但系冇咩人知道，因为咁嘅缘故，香港其实有两个地方都叫鲤鱼门，正如住上水嘅人会称自己为上水人。所以香港有两个地方都住了一班鲤鱼门人。历史上有个国家叫以色列，但没什么人知道在2000年前，因为以色列经历了分裂和战乱的缘故，现在在世界上有两个地方都住了一班以色列人。我认识一对兄弟，大佬叫阿东，小佬叫阿西。有一次呢，大佬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很深刻。他说
做大佬的梗会帮细佬完成梦想的啦。以色列这个国家由本来一个国家有十二个支派分裂变成两个国家，分别有十个支派的以色列国和只有两个支派的犹大国。做大佬的以色列国被人灭国之后流落在东方的中国，而细佬犹大国亦几经辗转变成今日一个小国以色列。两兄弟从此分隔，甚至好似永远冇办法相认。但是圣经启示录讲到，在末后这十二个支派会再次相认，在东方的大佬同样会帮西方的细佬完成他最后的使命。文仔，你放心，你大佬都会一样一直帮你帮到底。曾旧记忆像雨声滴答作响，却破安静。无奈过去却都结地，前泪每秒每心情。愿过去过去，要挥走这雨声。这晚碰上你，梦魇中得觉醒。是你伸出恩手，今开解我心灵。除净了悔疚，我因主倾听我心声。旧梦逝去，今得引领。月夜下再展开怀笑声，抛开愁绪，心盼共神和应。悲伤辞去，今走在神路径。阿哥，Cheers！ 五次任务顺利完成。哇！祝晴蒙住嚟紧嘅事业一帆风顺，前程似锦。哇！似锦。哇！蒙住，今次任务做得好好，依餐我哋嘅。正喎！哇！哇！哇！眨下眼就过几月了，时间过得真是快啊。是呢，今次跟你 farewell 完，不知道何时会再见呢。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要 farewell 的，大家都住在香港，经常都见的啦。小路女你懂什么啊，大家见不见面和住得远近是没关系的。赞成。那你现在不会见面的了。如果你乖呢，叔叔带你去丽苑。丽苑咩嚟噶？你咪扮细先。啊，系咧。话时话，其实你有冇见过老细啊？冇噶，一直 email 联络噶咋。有粮出咪得咯，系咯。你哋神舟十二号，不如一齐约出嚟聚下旧啊！话晒识咗咁多年，夹到先算啦。你之前揾到我哋咁多个出嚟，好犀利劲噶啦！喂，你又饮咗我罐啊？呢罐系我噶，系你个头啊！呢罐先系你噶，咁你就冇摆咁过啦。哎呀，好烦啊！你两个，你哋接蒙啊？细佬哥，家下你依家驳嘴系嘛？但系讲嘢插嘴啊！